镜全透明 ，H2 一直气，我相信我的相信。突然间前方黑影压住了我的头顶，我慌了，我惨了。你说啊，你说骂，无人在哪里看。强烈的节奏搭着迷幻的画面，歌词里的一字一句唱出赵志德多年来的心情。因为内向的性格，让他长期笼罩在忧郁的情绪里。虽然身为知名敬拜团的主领，却必须在每次上台前试着用各样的方法激励自己，这样的个性也让他的人生如同漂流在大海里，不断寻找救生的浮木。然而经历各种情绪，却也让他成为多产的诗人，写出一首首安慰人心的好歌。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我们如果说呢，一个人呢，他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大家就会觉得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然后碰到事情会想很多、很感性的一个人。但是像这样的特质，有的时候想多了，会越想越让自己觉得很忧郁，要从这种忧郁状况走出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赵志德跟我们的分享。志德你好。嗯，嘉乐姐你好。我其实说你是艺术家性格，因为你很会作词作曲，是个音乐人。你到现在写了很多歌吗？对，如果不算只是发表的歌的话，我可能创作完的歌可能有上百首。上百首。对，就不只是福音类的歌曲，像流行音乐其实也有。对对。是什么样状况之下会有这么多灵感进来？因为我自己的，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很适合去创作，想一些东西这样子。我在成长过程当中还蛮多人会笑我，就说你想太多，你想太多，对，活在自己世界里面，想这么多干嘛？对对，这是一个缺点，也是一个优点。它让我可以想很多，所以导致于说我在创作的时候就不嫌多了，因为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运用在我想要写的音乐文章，或者是任何的我的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就那个感情特别容易去触动到别人的心。对，就是我很喜欢去用这些东西去跟这个世界跟别人接触。对，尤其你又是个男生，一般都觉得女生好像比较会想很多。对啊，不然你们家小时候就是基督教家庭吗？对，其实我们家会变成基督教家庭，变成基督教的家庭，其实是在我出生的时候。那我妈妈在怀孕生我的时候，因为遇到很大的健康的状况，她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在身上，而且她差一点因为怀孕生我，她差一点要就是失去她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在怀孕生我之后，我妈妈说她有一些教会的朋友，就她不是很熟的，但是就特别到医院来关心她。然后她也跟神就祷告说，如果你让这个孩子出生的话，平平安安的，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个孩子献给你。所以后来我就出生，那也因此就我们家庭就变成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得来不易。对，所以你的英文名字妈妈还特别用心的帮你取了嘛。对对，因为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叫撒母耳，他是妈妈祷告求来的孩子。对，所以我的名字就是 Samuel。 那父母亲是怎么样的管教方式呢？对你们孩子小时候我妈妈比较严格啦。对，她就是可能他会很在乎我的功课啊，很在乎我的表现或什么的，然后他对我会有很大的期望，对你很大的期望。因为你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同啊，得来不易。对，所以有没有可能也对你保护比较多啊？对，因为我的妈妈她对我期望比较高嘛。像她从小她让我去学钢琴学音乐，她非常的希望我可以就是例如说在那种国家音乐厅啊，好弹钢琴，然后穿着燕尾服，然后她对我的期望就是朝那个方向。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自己在音乐上头特别的特别有天分？小时候我就喜欢音乐了，所以我走在路上，我们可能家人在散步，那我们经过一个唱片行，那我就听到唱片行发出的音乐，可能我妈妈就注意到说，这孩子怎么很仔细在听那个音乐，这样，就脚步就停下来了，对，脚步就停下来，就慢下来，所以他就让我去开始去学这个音乐，开始去三叶钢琴音乐教室，去这个音乐教室学钢琴，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有天分的，然后我是喜欢的，对，只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一般的孩子可能喜欢会乖乖的练琴，但我
不会那么乖的练琴，我会乱弹，因为我喜欢弹有创意的东西。其实这个跟一般孩子就已经显出一些不一样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说自己虽然是个男生哦，可是在心思上面却又特别的细腻，会想东想西想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哦，是我跟，就是说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吧。那么我在房间睡觉，那么通常我们家很早睡，所以大概九点十点就上床就寝了。那差不多睡到可能十二点的时候，我还睡不着。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睡不着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想一些事情，就是我想到说，因为我小时候很胖，我长得跟现在比起来，哇，就是我从小就是那时候我很胖。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就是我想太多，但是我就会想，我就想到说我的妈妈牵着我的手在过马路，那我这么胖，那我长得那么丑，我妈妈牵着我，她一定觉得很丢脸。国小二年级，小学二年级，然后我就哭了，而且我哭出声音来，然后我妈妈就从房间听到，她就来说，哎，就是志德你怎么哭了？这样，我就说妈妈我配不上你。哎呦，你会跟妈妈这样讲话？对，其实现在想起来蛮奇怪的，就是怎么会这么阴暗这样，我的心思意念。可是你的父母是爱你的，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说什么我配不上妈妈这种想，从来就不没有。他们超爱我的，他们是非常关心我的父母。那完全就是你自己莫名其妙生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现在长大，我就会可能归咎说，真的是可能我的个性的里面，有一些比较会去让我引导我去想很多东西的这种个性。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父母是教会的传道人，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赵志德饱受父母的疼爱与呵护。然而细腻的性格与绝对的价值观，却也曾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在自我矛盾的岁月里，无法与人自然的互动，也让孤独的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他有一天回来跟我们说他不想去学校，那我就很着急很担心，我说志德啊，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他说就是音乐，我想要去学理论作曲。我就帮他找老师到士林那边，我陪他搭捷运。可是他又学了三个月又不学了，我当时我还很生气。可是他就是学了那三个月，他就会用五线谱写歌了。他在表达他喜欢他愿意他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跟一般的，我觉得的是一般的世界的人，或者说就是说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渐进式的，哦，我大概不喜欢啊，再隔一段时间，我大概应该是，但我觉得他是想得非常清楚，我不读了，或者说爸妈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我继续买给他，那他还是叫这个我不要。那几次以后，甚至于也会有一点张力，哎，我不是说过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吗？那我慢慢学习去了解，我就发现他真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单纯到我已经很老练的人，我都觉得，哎，我觉得我需要调整以后我才能适应。对。这个哦，其实从小呢，就是因为一个想的比较多的小孩，所以当他进入到团体当中，在学校跟同学之间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是很容易。不过讲到你们家哦，比较特殊的变化是在你国中的时候嘛，那时候家里怎么样？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可能因为我爸爸在工作上面并没有很顺利这样子，而且还有赔了一点钱，所以他们就是在祷告寻求上帝，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希望说可以一起变成跟我爸爸一起变成在教会服事的这种传道人的这种工作，全职传道人。对，所以差不多在我那时候国一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教会的牧师跟师母这样。所以整个家里头的作息呀、生活样态就都完全不一样，还搬家了吗？对，我们搬到一个比较小的空间。然后那对我的个性，就是说我会觉得开始感觉更压制、更压抑，因为
我觉得当牧师师母的孩子也是有一点压力，有，因为会想要会，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的潜意识很明显的，一定是让我自己要变得很完美，要变得有见证啊，不要让爸妈丢脸或什么，可能会有一点那样子的潜意识在心中。那你在音乐上头比较特殊的天分，在国中的时期有特别发挥吗？我的功课从国二开始退步，可是我的音乐从国二开始有一点发展。就是我拿了有一天中午大家午休时间，那同班同学每个人都在睡觉，可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的时候，是因为只有那一刻全班都是安静的，然后我就不睡，睡不着，我就抬起头，我就这个，我拿了一个几乎是零分考卷的背面，我用数字写简谱。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写了人生就是第一首歌。不过你在那个国中的阶段呢，因为你本身哦，从小的时候就个性上面比较不一样哦，会想很多，甚至越想越负面，越想自己越忧郁。那到了国中男生青春期，整个心里头的状态又让外人有时候难以理解。所以这种双重加成之下，你在那段时间的性格会不会又变得比较难去跟人家相处？我很喜欢音乐，那我也很喜欢去创意，然后我不喜欢跟同学聊大家都在聊的话题。是，那这些的差别在那个段时间开始越来越的明显，我可能越来越享受一个人的很独自的生活，可是我也会感到孤单，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跟朋友很自然的聊天相处。我记得在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可能我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很大的困难，然后我在课业上面，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功课是全班的最后一名，然后而且还不是倒数第二或第三，就是那最后一名这样。那这离我对我自己人生的想象，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画面，对期待都是这个相差太远了，对，然后我已经开始失控，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样子，我面对我自己。所以在高中有一次，可能我们教会办活动，我拿了一包气球回到家，然后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很忧郁，我把整个房间都关灯，然后晚上也不睡觉，我就等到我妈妈大概半夜打开门看我在房间干嘛的时候，她看到房间充满了气球，就是因为我好像有点失心疯，我就拿起气球一个一个吹，然后我就坐在房间的椅子上面，然后气球堆满我的房间，然后我在听音乐，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完全的在失去我自己，然后我在找自己，就到底我是谁。对，然后你然后说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跟行为。对，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忧郁的时候他会去做，就是可能我觉得内心很空虚，对于未来没有盼望，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家人相处。对，我还蛮常会跟我是比较压抑的个性这样子，我的情绪就常常好像是零跟一，这么极端。对，要么就是可能我很压抑，要么就是我会突然间有一个爆发去生气这样子，所以那导致于就是我也人际关系吧。对，所以你跟同学怎么办法相处，在同侪之间，在学校我一直都过这种的个性，就喜欢一个人，喜欢安静。我还记得我整个青春期的这个岁月当中，我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对，然后不是呼朋引伴一群，就是都没有那个 idea， 都不会想到要这样。然后我教会的可能辅导都还会提醒我说，志德啊，你要多多跟大家互动这样子。你刚才讲到你其实学业表现很不好嘛，弄到自己很没成就感，甚至后来有点不大想上学了。对，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本来很想要去念的是音乐的高中，是就是我的人生的规划是这样。那可是我功课因为不好，所以我没有考上任何一个公立的高中。对，一个音乐班嘛。对，音乐班真的不好考，也是公立学校的话，需要音乐好，你还需要功课其实也要好。那我的梦想就是在那时候其实算是一个破碎。我也其实台湾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学到音乐的其他的太多的管道吧，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到了一个私立的高中，那好像在那个私立高中我的功课还是不好，而且我过得也还是不快乐。结果没有想到我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他在隔一年他就考上了当初我想要去念的那一所高中。然后
可能我的心眼很狭隘，所以我听到我弟考上之后，就是内心就觉得说，嗯，就是一个理智线断掉了。哦，理智线断掉，就心胸实在太狭隘了。我就隔天早上起床，我就说，我跟我爸妈说我不去念书了。所以你真的就办了休学了？我就后来就办了休学。那你爸妈也愿意让你办休学？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帮我办，可是他们内心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孩子就是感觉未来没望了。后来还有再回到学校去吗？嗯，后来我在我爸妈的建议之下，我就还是回到了，我就还是去一所也是不用考试就上的一所，高中，然后是念高职啦，算是念夜补校。勉勉强强待在学校就对。我觉得我想说还是不要让爸妈太担心，我还是正常的学校给他毕业一下。那段时间你们家里头还因为父母亲的服侍换了教会。对。整个环境不一样，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经验吗？那个时候我跟家庭关系是不好的。是。我还记得很好笑，就是我还在自己内心跟自己对话，就说今天我要来看看，我要来做个决定，这样经过这三天，我要决定这个世界上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样子。如果没，就是我要决定说我要离开这个信仰，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帮助我什么，反正我的人生还是一团黑暗的感觉，这样。也许外界的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但在我的内心是非常空虚。那我参加了这个营会，然后这个营队里面的牧师，就是他讲到的是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然后他就是讲得很好，搞得我就是我心中就是觉得我心里好乱啊，你弄得我好乱啊，因为我又想要排斥这个神，可是我又开始感觉到那个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被神触摸到，在那个诗歌的当中，在那个隐晦的当中，然后可是因为哈，就是我很叛逆，所以后来我就是还是因为我的母亲带我去这个聚会，我觉得这聚会还是很无聊，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你带我走，现在就走，这样我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了。是，就离开之后，我回到家，我一推开门，我见到我爸爸，我控制不了我的嘴巴，我的第一句话是跟我爸讲那个聚会有多好。一个很奇怪，就是明明觉得不好，可是我嘴巴却一直说，我觉得我遇到神了，我觉得圣灵充满我，我觉得我觉得神的爱就是改变了我的生命。在那个矛盾的当中，其实我慢慢在经历一些改变。我们就是敬拜赞美，有的时候一开头我们用比较热情的歌曲去赞美神，去也是眺望我们的心这样子。可是我开心不起来。可是我必须要冲出去，然后要带领着大家一起去面对上帝，去敬拜他。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可以讲个笑话给我听吗？”这边应该是，我只有他们弄啊。好，我方式，那你看一下 ，OK。然后第二个是，不对。你这边是哪边？你是写六 seven six。对啊，这是 two 嘛。那个主歌第四小节。约书亚乐团的乐团势力，赵志德带着大家录唱新歌，彼此如同熟识多年的家人。这个地方成为他多年来发展音乐才华的园地，因着教会的敬拜服事，让他得以站在舞台上发挥上帝给他的独特恩赐，同时因着信仰的力量，也让他在忧郁海洋里有了喘息的机会。譬如早期他开始在耶稣亚是诗情的侍奉，慢慢的他有18岁做了一首在你手中这样的一首敬拜的诗歌，那么慢慢的他参加 vocal 学习做主领，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是神呼召的侍奉，因为神感动的这个侍奉，因为是神给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在教会的这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他的恩赐，有平台让他来学习来侍奉过程中，会减轻很多他在适应的困难。其实我刚开始还没有进约书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这个人，
然后对他的在荧幕上面就是敬拜的第一印象是觉得这个人还蛮阳光的，对。然后呢，就误打误撞进了约书亚，大概6年前的时候就进去了，这样子。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忧郁的人，然后刚开始他都不太会讲话，所以我们也不太敢去跟他聊天，觉得他很有距离感。看到他确实是没有什么笑容，然后会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话，就是因为他太心里面太负面了，所以他会一直想要宣告正面的话，让自己可以打起精神，或者是宣告一些圣经的话，鼓励自己。赵志德因为自己本身的个性哦，就比较内向、忧郁、敏感一些。到了青少年时期呢，这整个人又陷入到一种内在的混乱里。不过真的还好，音乐一直陪伴他。高三应该算是你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你是在高三的时候，接触了约书亚乐团。对，在那个时候可能教会有机会，所以我参加比较多教会的敬拜团，就音乐敬拜团的服事。然后在因为教会有办一个创作的比赛，所以我很认真的就创作了，所有参赛者里面我创作歌曲是最多的，我可能就写了10首歌，然后我全部用录音机把它录在录音带里面，用钢琴好嘴巴唱好录进去，哎，就很幸运就得到可能教会的当时的这个牧师他们就是觉得我的创作是可以的，差不多那时候我开始可以有更多的创作流行歌的机会。那也真的就创作歌曲，然后看到人家把你创作歌真的就表演出来了。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当时我的第一首发表的创作叫做《在你手中》，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可能那个抒情歌，那个歌词它触摸到很多人的心，然后也。旋律我觉得也不错，所以很多人很喜欢那个歌，给我很大量的鼓励，然后那个经验让我感觉很爽很开心，觉得说哎，只要写一首歌，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很棒，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是怎么讲，你是很成功的，然后我就好像是经历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功。但是当然也同时之间，我觉得我的自信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发展，就是好像我把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开始是建立在别人的看法的上面，对。所以其实原来状态是比较偏向自卑的，后来一下子得到很多肯定，一瞬间，对。有没有一点骄傲就出来了那时候？对，也就是说我从自卑一瞬间，不是说到自信，好像是跳级跑到太骄傲去了，因为可能我自己是还会去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年轻，那时候才可能高三的年纪，高中的年纪，然后你看我这么小，可是大家都在听我的歌，而且我就到处去巡演啦，站在舞台上啦，对，不然在情绪上有时候还是会因着原来的性格嘛，想东想西的，有时候难免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骄傲，情绪上面有时候不一定很稳定啊，在你要上舞台去面对群众之前，那会不会对你来说造成一些影响啊？你要怎么调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常常是在忧郁的当中，因为我找不到我自己，我好像都还是随着别人的评语在起伏。那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年轻朋友在台下看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就是觉得你们好棒棒，你们带着敬拜，我好感动，很感动，你们真的很有能力，音乐很棒，很有恩高等等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有的时候是生命的状况是不好的。我甚至有过一次的经验，就是我上台前我需要去带比较快歌，那我们就是敬拜上面有的时候一开头我们用比较热情的歌曲去赞美神，去。也是眺望我们的心这样子，可是我开心不起来，可是我必须要冲出去，然后要带领着大家一起去面对上帝，去敬拜他。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可以讲个笑话给我听吗？透过笑话我才能够笑得出来。可见说有过那段时间，其实我的内心的状况真的是蛮严重的。所以你那时候长时间的忧郁，到底忧郁了什么事情，或哪些事件让你忧郁得这么厉害？好像是就是纯粹因为我的艺术性的人格跟个性，就好像我刚刚只说，好像小时候我就会无缘无故就会想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好像我长时间都就是活在这样子的情绪的当中。那情感上面有碰到一些挫折吗？我喜欢一个女生喜欢很久，那我
等他很久，嗯，那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是就是我追他什么差不多了，可是到最后就是我的朋友他就是用线上软体说志德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我就说先听坏消息的，他就说就是我欣赏那个女生她交男朋友了，嗯，那我回到房间我就失去行为能力了，我差不多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是没有动力的。几个月啊？对，因为就是忧郁的人在面对这些的被拒绝的感的时候会扩大那个感受这样子，所以那种每一个早上起床都没有热情去做你该要做的事情，那个真的是好像死了的感觉。然后你可能觉得你不是只被这个女孩拒绝，你是被全世界的人都拒绝了，会不会？没有错，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忧郁这种感情，忧郁这种感觉，它是会自己倍增它自己的。嗯，可能只是一个事件，但是当我们过度的焦虑的时候，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我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那像你这样的个性去当兵的时候，嗯，还 OK 吗？哇，也是很糟糕。其实就是我常会被学长盯上啊，就是我的。可能我动作太慢，可能我想太多，他觉得你干嘛，你做就好了。那其实我也蛮自责的，就是我也会觉得对我这种阿兵哥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我还蛮容易被学长就是盯上，然后就学长可能会可能就不让我睡觉啦，或者是让我去就是操我啦，全副武装脱了穿这样子。那有一次的经验就是我的爸爸要开车载我去回到部队要休假，那我的爸爸他告诉他他就是开车在我旁边开车，可是因为我其实是在忧郁的当中，只是我没有讲出来，所以我就把头转向左边看着我爸爸，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是谁，我是谁，我现在坐在这边干嘛，就是在思考说我已经好像连最基本的一个价值都失去的感觉，好像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部队，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的父亲，面对我自己。那后来甚至你还一度退出了约书亚，这个可以提供你很棒舞台的地方。对，可能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我长期开始觉得说我是不被了解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音乐人的感受吧，就是会觉得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会觉得可能在跟一些的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创作的时候，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变动我的东西？艺术人是很在乎这一块的，这样。我不知道多少次我会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会觉得很绝望，就是好像你很认真写了一个创作，可是别人就是要改你的东西，好像你不懂，你还是不懂，要我来改你这样子。长期的这样的情况的当中，那个时候我决定。我开始觉得我对于整个的团队是有反感的感觉，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是不是我要去寻找更大的空间去发展这样子，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当我终于把我的在2012年的时候，我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一亿次重来》。那做完那张专辑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离开约书亚乐团。拥有丰富的创作能量，一心决定踏向流行音乐圈的赵志德，使出浑身解数，试着在外面的世界里打拼。然而，不管是在知名的歌唱节目，或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各唱片公司里争取一丝机会，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那一次心理光是公司要他去的，对，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刚好他爸爸也是得癌症，正在做治疗的期间，所以他一个人也蛮辛苦的。他说他其实被刷下来，他很高兴，他就可以回家睡觉。结果里面的导播还是谁把他留下来，说要跟他谈谈，就他等到4-5点，那个Peter D 就他说，赵志德，你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节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可以不用。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蛮挫折的，就是走到这边，然后发现这条路通不了，然后换了一条路，然后走也是碰到墙，然后也没有办法继续前进。所以他虽然表面上面看起来很坚强，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蛮挫折的，因为通常你知道创作人总是会被推荐嘛，所以有时候如果被推荐的话，说可能这边和弦要怎么改，或者这边歌词要怎么改的时候，他虽然就是很开心的要去改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还是很不希望人家改他的东西。在创作的上面，字的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他的创作，他的不管是旋律，不管是歌词，包括他的想法，不管是和声这些，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是真的神在他生命中有这个创作的恩赐在他生命中。离开约书亚乐团，其实对志德来说等于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他想知道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闯荡的过程是要吃苦头的。所以因为在约书亚毕竟教会界真的是名气很响亮，但是离开教会界之后的流行音乐的环境，那老实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那时候企图想要去觉得说，自己音乐才华并不差呀，想要来试试看。你那时候做了什么选择？你先要去挑战什么样的舞台？那时候我很欣赏周杰伦，所以我想要去他的公司，他的公司，看有没有办法在他的公司发片。就是我很想去靠近他，很想去他的公司。我觉得我在那边，我一定会被重视。是啊，所以我就哇，我就觉得，上帝怎么开了一条路？我有一个朋友就认识他公司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人，里面的算是一个也是制作人、编曲这样子。所以我就被安排了一个机会去跟他见面。我带了我精挑细选好多创作，我要去给他听，我觉得他一定会很觉得我很厉害，他一定会觉得我的歌是很好的。他会懂你，他会懂我，对对。可是就是一进去他的工作室，那后来聊一聊，我把我的音乐就放给他听。那其实也不会太压抑，其实在这个音乐圈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一首一首去听你的歌，你的歌曲来了，他可能有的是听个两秒就换下一首，听个前奏没听完就下一首，然后只是我没有想到，就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听我的歌就听。就咔哥咔哥咔哥，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来我们公司，其实你有很多的发展什么，就是整个被打回马枪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内心就一整个就是觉得说我回约书亚好了，那玻璃心就碎了。对，就是我回去好，因为我至少我回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人，他会还有光哥还有我们的团队，他们我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展我的音乐这样子。那你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其实也是因为你喜欢流行音乐嘛，对不对？对，我想要去做流行歌曲，可是我慢慢的发现在娱乐圈的环境当然是不同的，可能一部分是我想得太美，一部分可能也是真的不适合或怎么样子。所以在星光大道，在那样子电视比赛的环境的当中，我也有一点点不适应，然后我会觉得好像也是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我抓不到那个一些好像电视的节奏。对，所以我很认真去比赛，我也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后来我是得到第27名，然后我离开那个比赛。所以参加星光没有得到一些人给你比较多的肯定跟赏识啦。几乎是是蛮少的，对，是几乎是没有。可能让你自己忧郁的状况也会不会变得又开始想的更多了？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感觉好像上帝他带领我去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刚才有讲到一些书名吗？对，这是我始料未及，就是说怎么会是透过这么有趣的方式去看心理学的书。那包含我的朋友推荐我看可能内向者求生术，什么焦虑是戒得掉的，还有一些甚至是更专精的什么理性情绪心理学，就是我开始在一边忧郁，我一边透过那样的书，好像就好像我得癌症，然后我一边去研究癌症的药的那种感觉。我一边忧郁症，可是我一边去研究怎么去治疗我自己的这个状况。结果我发现，其实上帝透过那一些的书本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开始理解自己，对，然后搞得清楚说自己这一团乱的状况当中要怎么样稍微理出一些头绪。对，有一本书叫《理性情绪心理学》，那我在书店里面翻到那本书的一个片段，就是他说，容易造成忧郁的情绪是绝对的思想，那容易让人开心、愉快的、放松的情绪是弹性的思想。光是那短短的一句话，就给我一个很大的
亮光，就是说我会觉得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人，我一定要这个世界这样走，我一定要我的创意这样子表达，非黑就白，这样非黑就白，我一定要你这样子的接受我的歌，你改我就是我就会跟你拼命，我就会很难，情绪很难受，但是我就好像神反而可能以前别人跟我说话我不听，那神就透过这个书跟我说话，我开始学会弹性的，我开始学会就是去放下自己的骄傲，开始做出一些调整了。对，那除了书之外，信仰本身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在你调整自己优越的情绪上？当这些书跟我给我一些的影响的时候，跟我对话的时候，其实神也在跟我对话，是他让我知道说我的个性是这么，是我可以尊重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我可以去享受这样子创作人的个性，但是我也要去给别人空间，我也要去放下我自己的骄傲，放下我自己那个绝对的想法，去接受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一个有一次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有一天我在骑车，我在听诗歌，那突如其来就是上帝他跟我讲了一句很简短的话，就是神跟我说他不知道。那当神在我心中很明显讲这四个字，这三四个字的时候，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告诉我说，过去我以为那些不懂我的人，可能是我的牧者，可能是我的老板或是什么的，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有伤害你，他们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其实我应该要练习去理解到很多人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他没有刻意的要来伤害你，对付你或什么，他们也只是在做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工作该做的事情。那一个那三个字那四个字给我的影响是大到的，是说我从忧郁几乎完全的走出来。我觉得上帝就是很奇妙，他可以透过短短的三四个字去释放我。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忧郁了，完全的脱离忧郁的状况。而且你很清楚这个帮助是来自于神，不是靠自己。对，不是靠我自己。虽然我确实我很喜欢心理学，我看很多的书，我觉得神透过这个这些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的，但是我觉得上帝他亲自翻转我，那是更是直接跟立即的。对，你透过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去帮助自己自我对话，然后神又非常明确给你这个讯息，就是说原来伤害你的人他并不知道说他们真的伤害到你，那你在这豁然开朗之后，你会发现说自己真的很明显的改变是不一样的，你原来都没有想象说自己有这样的改变。对，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可能比较敏感忧郁的个性的人，快乐是不自然的，比较自然的情况是忧郁，就是我早上起床我比较悲伤，这是正常的，可是我很快乐，我会觉得哇今天的我不一样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是全世界最棒的一个神迹，就是我可以很自然的，我享受我最普通的生活，我可以跟朋友喝咖啡我就很开心，我可以甚至是说我可以交一首歌曲给公司，结果被打回票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对我来讲已经是非常棒的事情，然后一些敬拜时候的热情又再回来，对，然后我可以很舒服的去服侍神，我可以有一个内心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心，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心灵，而不是好像刚刚所说好像玻璃心一样，是一个很刚强的心，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让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在失败了一亿次之后，我所想的不是退后，而是往前走，而且我还要追求我的梦想，还不只是快乐起来，我还要去当歌手，我还要去唱歌给很多很多的人听。走出忧郁的赵志德，如今透过学习到的心理知识，开始帮助身旁的朋友。过去不被人了解的情绪，现在却成为他可以帮助人的工具。他看了很多书啦，我觉得可能对于某些人还蛮准确。如果你有一些心情不好或是工作上的事情，跟他聊的话，他就用心理学那一套跟你聊天，但是有时候还蛮准确的，就是比较会讲一些
有关于人格特质的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他很擅长分析这些东西。应该我就觉得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忧郁的那一面，只是说他有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可是我觉得智德很特别，是他其实看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他私底下都会评论说，哎，最近状况好像不是很好，有没有希望可以出来聊一聊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就会觉得，哎，有人发现你这一点，然后他这样的关心会让你觉得其实心中还是蛮温暖的。刚开始跟他就是跟他看到他的时候，好像会比较讲忧郁，或是说闷烦比较多。可是现在看到他，感觉好像开朗很多。可能以前比较少行动力，现在是很有行动力。差别在那边，同样一样都是做音乐的东西，那可能现在行动力又更多了，所以他现在就做的东西就更快，可能你给他一个 deadline， 他就可以做出来。赵志德说，他从小呢，常常就是因为想东想西哦，大家就会说想这么多干嘛？确实，对不大想的人就不了解他们到底想这么多干嘛。可是有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赵志德他就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在忧郁的情绪里。所以因为真的就是你自己走过来了，不管你看书也好，神给你那四个字说他不知道也好，走过来了，所以你会怎么样透过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一些困在这种忧郁情绪的人？我会用一些我帮助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就是我有看一本书，它帮助我很大。那本书叫做《脆弱的力量》。在书里面，他就提到是说，勇敢这两个字在好像是它的原文的里面讲到的意思是勇敢的诉说关于自己的故事。那可能很多的人他因为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的脆弱的一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多半都是去装饰自己，戴面具，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刚强比较好。可是在那本书当中，我自己学到一个，其实也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悔改，要面对自己的脆弱，而且你要勇敢的去诉说关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好像我觉得我今天在那边就是说我开始练习去很勇敢的去说自己真正内心的问题，所以对你也是一种突破了。对，真正的脆弱，然后我去突破我自己的这些的以前可能会觉得很羞耻的感觉，而我也会先跟我的朋友们去跟他说我的脆弱，然后我就会很惊讶的发现，当一个人愿意坦诚他的脆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会愿意去坦诚他内心那些可能他本来觉得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而这样子的释放就会让很多人会开始敞开他的心来。因为像有跟你类似特质的人哦，我有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当你们做一些分享的时候，或做一些好像忧郁想法表达的时候，如果人家一回你说，哎，想这么多干嘛？对，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对，我不要讲名字了，以前很多人这样讲我。对啊，对，可是因为你有同样的经历，你完全了解，所以其实你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别人所不能够做到的。对，我常跟别人开玩笑说，虽然说听起来我的人生故事好像是平淡的，就是我也没有经历到很重大的疾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灾难或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什么情绪都经历过这样子，所以我会去跟我的朋友也是分享，就是我的各种的情绪，那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对，不过真的这种人格特质就很特殊了，特殊点也在于因为你有这样人格特质，所以当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感受到一些别人比较没有办法感受的感觉。对，我的创作就是我是用我的很多的可能想象力去创作，所以我是蛮难，可能也因为我能够去感受很多的情感，所以我也能够去体会到不同人的心情。所以那时候我听说要帮连家恩医生他去创作一个主题曲，我就去想象他的故事，我能够光靠想象我就去体会他在非洲的心情。然后我的第一首跟他有关的歌叫做在世界的另一端。那我写的就是说他一个人他去到世界的另一端去服务那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跟他的生活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人的心情。那在歌词里面就有写到说，就算眼目所及的都只有冷眼旁观，也不能够影响我去带来这个爱这样子。你也写了一首歌嘛，叫做一亿次的重来，比较算是
这一路走来自己的心声的一个整理吗？对，在2012年我发行了人生的第一张的全创作的专辑，叫做一亿次重来。那也就是我透过那首歌，为什么叫一亿次重来，很多人会问，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因为在这一路上说实在的，我用好多方法想要让自己开心起来。我不知道做过几百几千几万次一样的祷告，在晚上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什么都不要，你只要给我快乐就好了。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说那种失败了一次，然后再一次，然后再一次，然后又再一次，然后又再一次，然后又再一次的失败，一直的失败。那时候我就创作这首歌，在后面的歌词就是说，最后一句的歌词是我觉得是我最想要跟听众朋友表达的，就是我说在失败了一亿次之后，我所想的不是退后，而是往前走。而且我还要追求我的梦想，还不只是快乐起来，我还要去当歌手，我还要去唱歌给很多很多的人听。对，那透过你自己这一路走来，有怎么样去克服自己一直非常忧郁的想法，你最后有没有一些想要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的？我觉得我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很认真的，说不定今天很多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就是像我一样是音乐人，艺术性的人格，我们很容易会很敏感。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放宽我们的心，然后去面对大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不见得一定是要照着我们所想象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环境需要更多的能够包容不同的人，让每一个人可以做自己，然后在每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努力下去的一个做自己的方式。哇，对，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相信如果电视机前面有些朋友跟志德一样，常常觉得心里好多想法，人家没有办法理解，常常想着想着就越往死角里头钻过去的话，我相信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很多的帮助。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偶然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其实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在今天我们听见音乐人志德弟兄生命的故事，或许你会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也会忧郁啊？理论上信耶稣我们应该很喜乐才对，可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忧郁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人，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不同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标签叫做忧郁，但是你想过，原来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个性和特质，是上帝巧妙工作的痕迹，它就是神迹。对很多人来说，神迹一定要是 happy ending 的，神迹一定要是幸福温暖的。但你知道吗？在志德弟兄生命的故事当中，我们听见那些细腻的，那些敏锐的，是让他受了好多的苦，但我们透过他受苦的痕迹，却听见了一首又一首悠扬的诗歌。就让我想起圣经里头最大的篇幅，最大的篇幅是什么？是诗篇。当你看诗篇里头，你一定不会忘记，你一定不会忽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词作曲者，那就是大卫。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细腻，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正是他的多愁善感，你看见了一首又一首动人的哀歌，不是吗？他的生命正是这么细腻，我们得以透过他的旋律心中得着安慰。对很多人来说，诗篇是一个好大的奥秘啊，那明明是人的忧伤，那明明是属于人心中的慨叹，为什么它会变成圣经上帝的启示呢？那明明是生命里头许多负面的经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启示，但让我们看见的是诗篇诗人所说的话被上帝聆听了。亲爱的朋友，志德向我们所分享的生命，不只是他走过忧郁的故事，而是上帝听见他在忧郁当中所记录下来心里的每一个转折。
我们的生命都有不同说话的方式、特质，而这些都是上帝与我们建立关系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不要因为自己的个性特别，我们觉得很挫折和忧伤。上帝如何接纳智德，给他特别音乐的方式，把生命的故事说出来。我们跟神求，求他帮助我能够找到说出我生命故事的方法，能够找到与上帝谈话的那个旋律。当你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开始会说出动听的福音。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能够将耶稣的平安放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被接纳，我们真是被爱，然后在爱里我们能够说出属于我们自己福音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我听见智德弟兄生命的故事，我知道你爱他，你也必然爱我。你听见属于我自己生命这个独特的旋律，恳求你让我不再自卑，不再自我否定。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就按照你所创造的我，让我经历到属于你给我的新生命。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当你愿意把自己特别的生命故事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也可以谱出属于我们自己福音的旋律。深愿你遇见耶稣的爱。